今年是72周岁，属牛。我们这个团队里最大的是比我大一旬，84周岁的白老师，啊，然后还有3位80岁以上的。我呢，职业生涯30年都在三尺讲台上。年轻的时候呢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没有时间想自己。到老了以后，啊，一看这个舞台，可以圆自己的梦。让中国的女性有一个绽放的时尚平台，她们健康、开心、玩得高兴，来感受一把超模，圆她们的梦。樱花的季节又来到武汉，祝福武汉，也希望武汉人民更加幸福。